刚练性功，恩师济公活佛观红尘中修道办道的佛子，为了度化成全道亲及道务的弘展，以推动来往奔波劳碌，多数人都没有闲暇及余力呢，去顾及身体的健康，身体状况越来越虚弱或者每况愈下，是以民国85年因缘际会，活佛老师在泰国法会慈悲开示这既简单又容易练的金刚练性功健康运动法门，借着活佛老师慈悲济众的悲愿，练此功可强健我们的体魄，使我们精神焕发，信心体力倍增。由于恩师的佛光加披，若我们能够以更虚心赤诚的心来练此功，除了保健养生外，更可灵疗我们的心，使我们练此功后沐浴在光明自在智慧泉涌的华喜中。注意事项：金刚者欲自性，观自在菩萨金刚练性功，亦可称名为一如来禅，或为三宝心法的洞中禅。此健康运动宗旨在我们，让我们身体的颈部的筋、腰部的筋、还有脚部的筋等部位整套做完后呢，身体全身真水真火自转法轮。大凡在做每一招式的时候呢，运动时皆应主静存沉，一手悬观，舌顶上耳，眼睛两分开八分闭，心默念佛号或空无一物，以达安详从容，而能够身心灵合一。若练此功的对象为还没求道的道亲时，最好能请他先求道再练此功，以其诸佛的护持，活佛老师佛光加披，帮助我们守住本心本性，不为外物外境所动，达到如金刚的华喜之刃。我们沾到天恩浩荡，我们更要饮水思源。有缘佛子在练此金刚练性功时呢，当须主静存沉，怀着欢喜感恩的心。后学士戴瑞智祝福大家身心灵健康，身体要健康，要活就要动。但愿大家能够代替济公活佛老师，把金刚练性功推广到各个家庭、社区、工厂、公司、机关、团体以及全天下的众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增长智慧，自信光明。谢谢。金刚练性功，全身放松，主静存沉，一手悬观，舌顶上颚，欢喜感恩，一百步功，每天踏百步，百病不来侵。双手叉腰，双脚屈弯90度，凝聚力量，扎实踏地，以触动脚底涌泉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二。弹指功，将体内的浊气、怨气、邪气用力弹掉，双手向前分别握紧，用力往外弹一下，一，向后，二，三，四，五，六，三，平衡功，平衡内在的身心欲念，不随波逐流。双手向左右伸张，与肩同高，维持这个姿势。主境存诚，全身放松。